西班牙所有的事情叫做 mañana mañana， 就是明天再说，明天再说，所有的事情今天不要做，明天再做，唯独开车快的不能，非常危险，所以你要相信，过马路的时候啊，走斑马线以外啊，还是稍微小心一点。很漂亮的一个地方，所以很多人说，哎，为什么不停久一点？我说好，我要停久一点，那我龙岛不要去好了。啊，不行不行，我们还是要去龙岛。好啊，呵呵。哇，好棒的蓝天呢、啊。所以我只能说龙岛跟这里一样漂亮。我说比较漂亮的话，那我们不要停这久一点，我到龙岛，我觉得比较啊，都一样。所以我两个孩子啊一样嘛。哎呦，哎，你们会不会偏心啊？父母亲会不会偏心？觉得说我有点偏心。功课好的就觉得说。但偏偏一直跟着没有了，没有。那现在呢？你只有两个，你那当然是两个人都满意啊。这里很有西班牙的度假风，有别于传统的那个古堡。芒阿坡，什么芒阿坡？坟墓啊！台湾只要是三边都是坟墓，四面啊！你这些都是台湾。哎呀，好美啊！你看那山虽然光秃秃的，也是蛮有味道的。尿队伍，把它入境一下。全世界的女厕所都是这样的，都是。你要把那个符号，那尿尿的符旁边看会不会察觉？这是鼻还是马？对，比例不对。
我已经问过这句话了。到那边大电梯 ，OK， 十二点钟开门。没有，大概这个人大概不可能常看出来。他可在280-290卖，你看要不要？了不起280了。OK， 了解。上面一箱烟那么往哪里走？丢固定商标，还在网上吗？哦，还是出去了。哎，他们是网上。网上。是一个小型的斗牛场。卖票只有两个装潢，太贵了，只有晒太阳的，看在这里，就是没有晒太阳的。好嘞！哈哈哈！有架势的，在一点走，要这里你就故意闪，你人要闪，我哎，你先摆前面，侧面一点。对，哇，你还真闪掉了，我觉得快撞到你了。哦，小偷，这次比我认得，我也偷了。